Hello.嗨，晚上好。心脏还行，主要 今天就是因为太困了，然后身体就会这样，就最近睡太少，然后累了。什么哪吒啊？什么哪吒？偷偷在偷看，偷偷啊，偷偷啊！你没有发现我换了一个直播地方？过来，我买了一个大沙发，就是以后就可以这样子直播，这样子直播，这样子直播。偷偷，就后面就没有小男孩了。双十一。我已经下了，我已经付了定金，但我忘了我买了什么了。坨坨也有鼻炎吗？不知道。坨坨你在干嘛？是坨坨睡觉沙发吗？是的，他现在不对，他现在白天，好吧，我也不知道他现在睡哪。我这沙发我也就离开上海之前一天晚上才放的。因为今天眼妆是姐姐帮我画的，嘿嘿，后面 我刚刚喝了很多水了，已经。没有，不是我画的，是让化妆姐姐画。对呀，很快场，但我因为看不清。这些字，所以我们还是得往前凑。昨天摔的地方，其实意外的还好。我本来怕死，我跟戴萌两个人就是在想，明天我们两个不会都骨头疼吧？因为我们昨天晚上就是没啥，还觉得，但是他更严重一些，他是撞到了。他跟我说，就是感觉撞到了，就是内伤。我就脑子都是那种小猫猫跳，就不小心跳楼了。然后他们刚摔下来没什么，但是就是会内脏也会受影响。我就很害怕他就是有没有什么。然后我跟他说赶紧去医院吧，他说明天去好像。谢谢 ID 叫什么好呢的权杖，谢谢 ID 叫什么好呢？叫什么 ID 好呢？谢谢211TTT 不动的万圣衣。呸呸呸呸呸呸！当然，肯定不会有什么事儿，只是害怕担心。就小猫猫这样稍微摔一下都要去检查，这个大活人还是一定要去检查的。谢谢，叫什么 ID 好呢？请不了假去生日会的夜蝶。谢谢，好好。好好，好好工作吧。等待你们的一家三口。谢谢修耶，豆豆爷，什么呀？直播版那个夜蝶。我真没想到我射击，而且我都不知道，我还在跟潘晨老师，我说。哎，你肯定能进的。我说，就是那个，因为我们当时射击的练习的时候，我没觉得自己很厉害。谢谢小臭哥哥一击射中那胖子，哎呀，的南瓜派对，潘晨是最厉害的。潘晨老师他被当时的那个教练说是男女里面最厉害的，但是我就没有受到这样夸，然后我就觉得他很厉害，然后我也没有记分数。然后没有想到这本书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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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苏谨言神澈哥哥的明媚版的一点，但其实金子涵也很厉害，他还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发力。他说得这个地方这样用，就是不能这样，
要用这个那个内力，手臂的内力。谢谢小石头 ISMY 的皇冠，谢谢小石头。对，就不知道我自认为我向他学习到了，然后我自认为是这样子，就是这里的用劲。谢谢红茶拿铁也的权杖，谢谢红茶拿铁，金发里，哎，对，专业的词汇。我要好好练一练了。我真的只在游乐场里面玩过。谢谢小哦的万圣夜，万圣节快乐！我就平时也就觉得在游乐场里面我就很厉害，在专业的地方就不敢当。谢谢超爱吃荔枝的小白菜的万圣夜。就是天生的打气球选手，谢谢陈 XQ 蓝色星的权杖，谢谢陈 XQ 坨坨，下次会不会有压力？对，就感觉大家期待值肯定都上来，他在开我的柜门，谢谢我打得中靶子的万圣夜，就衣柜。就我们的衣柜，谢谢只养一朵花的生日蛋糕，谢谢，生日吗？祝你生日快乐！我们这里有人过生日，大家一起给他唱生日快乐歌吧。来，在屏幕面前的你们，不要再这么干躺在床上玩手机了。我们放下手机，放在腿上，然后举起我们的双手，预备起。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，哎，节奏没打对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幸福，祝你健康，祝你天天开心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耶！也祝大家11月快乐。谢谢，走过时光，祝什么呀？身体健康的万圣夜。也祝大家身体健康，心想事成，万事如意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谢谢帅气小彻的唯一老婆，问号问号问号的南瓜派对。安静。谢谢给瑶瑶表演动感光波。养生版的皇冠，谢谢动感光波。说到这个动感光波，好多人都觉得我的手机壳是咸蛋超人。谢谢 ETSUSEN 卡卡的万圣夜，那是动感超人，就是我收到了很多的手机壳，然后有蜡笔小新，然后有两个动感超人。那个鹅还有鹅，但是都被我用脏了。谢谢苏州银行在逃大唐取款机的南瓜派对，有，他们都好可爱呀！谢谢好久不见的 A Frog 的南瓜派对，谢谢 Hello。手机上啊，是上代的熊猫。嘿嘿，谢谢交易好吧的权杖，谢谢交易好吧。有看到吗？咱就是说，我接触到的女孩子们都很可爱。谢谢，我不是 AH 的万圣衣，他们，哎。他才那个呢，他脚踝还受伤了。谢谢乱码环游版 的南瓜派对，我脑子里想的都是跟他们一起玩的画面，突然脑子一下子转不过来了，真的好可爱哟、哦。对，袁咏琳老师。
谢谢企鹅队长的夜蝶，谢谢。就是，还有一个叫董思怡，对吧？名字应该不会叫错。他很像，他长得很像，哎呀，我能说吗？谢谢初心者的万圣衣，他很像 TWICE 的智孝，就很眼睛很大很圆很可爱，但是他怎么说呢，他太可爱了，他就因为很担心射击嘛，一直说自己怎么办、然后告诉我们他口袋里有很多东西。谢谢小陈不想失眠的黄瓜吗？我没有注意，我刚脑子也在想在想说什么话。就会回想到当时的画面啊，谢安然好可爱呀。我还特地给陈哥发，我怕我主动说人家可爱，就是我当面说人家可爱会显得我有点变态，我就先提前跟乘客打了声招呼，其实就是想让他去跟谢安然说我夸他可爱。谢谢在玫瑰星球泡澡的瑞瑞的南瓜派对，我就说啊，我看到谢安然了，太可爱了。然后他说哈哈哈，你们要一起加油，取得好成绩。但是他好像当时在握手会还是在公演。然后后来我就不敢说话嘛，我就排他后面，我就一直盯着他，他也盯着我，然后他主动跟我讲话了，但是他还没有讲完，我想哇，他都跟我讲话，那我也要说，我说你好可爱呀，但我忘记他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，然后我就说我刚刚还在跟陈科聊，他说我也在跟陈科说，然后他说陈科一直在他面前夸我，哎呦，陈科还挺会做人哈。我知道我很好了，谢谢要开心的小羊的南瓜派对，确实。对，他还去过中泰，好像。谢谢冬瓜和尚包治饭的权杖，谢谢冬瓜和尚。真的吗？他还上过公演。他有跳，就有点激动，就会笑出来。今天我也不知道 cos 是什么，是我姐一个姐姐给我准备的衣服。谢谢 HEALEIG 想被记住版的南瓜派对。没事儿好吧，我喝点水。今天没吃药，因为今天没来得及，没什么时间，我等会儿吃点东西了再吃药。怎么不喝热水？因为还没有来得及洗。他们也说像王者荣耀里的英雄，当然他们没有说像云中君。不能喝矿泉水。今天在飞机上，对，早上太困了，所以就喝了一个燕麦拿铁，但是呢，就是喝得很谨慎。因为太困了，我觉得我可能需要一点点兴奋。我喝的很少，我心脏不舒服纯属是因为最近睡得少，最近不太亢奋。谢谢守护神咒呼神护卫保护沈梦瑶的南瓜派对。好好好，因为怕晚上没有力气，就是没有精力，没有那个劲。但其实上公演的时候就还好，可能就太久没跳舞了，开心了。谢谢黑色的白衬衫的南瓜派对。
很害怕的卫生巾，差不多，今晚还没有吃，等会儿。明天可以，然后之后还是要继续忙，就得控制好。我有在合理的安排自己休息时间，大家放心。谢谢不破不立的万圣夜，谢谢 Chris 一二七的南瓜派对，坨坨。怎么又开始吃了呢？谢谢 A 迪的万圣夜。对，我今天画了一个比较浓的妆。因为我们这个比赛也还是要严肃的对待，就是要认真对待。谢谢 SMY 失散多年的老婆的万圣夜。所以还是必须要紧张的，就是一个态度摆在那儿。谢谢天在水的南瓜派对。设计的时候紧张吧，设计的时候紧张是肯定紧张的，但是就想自己在游乐园里面打枪就还好。真的吗？谢谢。哎，刚刚我错过，感谢吗？你们紧张坏啊。谢谢丫丫丫后瑶瑶设计超帅的万圣夜。心态真吗？可能平时就是很高冷吧。你就是表现的像平时的样子。谢谢东东托的万圣夜，就是真的吗？对呀、啊，谢谢。中年新粉可还行的南瓜派对，说实话，我其实不知道那有镜头，我其实是在发呆，然后居然刚好镜头老师还切了一下我，谢谢，在玫瑰星球做一的两个一的权杖，谢谢两个一，我。谢谢在玫瑰星球泡澡的瑞瑞的权杖，谢谢谢谢瑞瑞。因为我当时满脑子都在想，因为我射箭其实就是因为射箭有很多要求，射箭会更紧张，因为射箭太多要求。然后我上场前大萌就一直在跟我说你应该怎么摆姿势怎么摆姿势，然后他说因为我很容易心急，我就很想把箭全都快点射出去，但是他说一定要慢慢的稳住，一定要慢慢的这样放，然后要求稳。当时脑子里就在想这事儿，然后我就往旁边看了一眼，就是在回想，满脑子都是我们戴老师的话。但是呢，就是说，没想到越弄越差。我是多少来着？我是一个七，一个五，一个四。啊、哦，七五五，哎，本来是七的时候，我想哇，天哪，居然是七，然后后面啊，正常发挥。我对射箭太紧张了，谢谢当面叫过沈依依、香香老婆的万圣夜。设计我不知道，其实我不知道之后的流程，不太清楚。谢谢大家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今天机场的时候还有人在那边嘲笑我，谢谢一坨小憨憨矮羊羊的万圣夜。这是标准动作，这是我们射击的时候老师说的，一定要插裤裆。谢谢木号型女票的一叠，就是会稳。我就是正常的在做动作，这是标准应该要做的动作。
看来之后练生日公演的同时，还要去练个射击。哎，那我可以去游乐园练气球吗？还可以消遣一下。我的口红色号是，我化妆包没拿上来，我放楼下，是那个赤练，谢谢 J 明的万圣夜，是一个赤练，就是秦时明月联名款。哦，我知道，我也没打算去迪士尼。好，大家也是要注意防护。我的香水，我今天的香水是云南白杨，谢谢哈的南瓜派对。好，我今天 今天喷狂喷，就怕自己稍微有点疼，现在还行，摁上去会疼，但是跳舞什么的不影响。花露水味道，我喜欢房间里有股花露水味。谢谢小羊说，羊羊要注意尾巴骨的南瓜牌的哦，叫尾巴骨，我一直把它称呼为这尾巴那一块。我知道，好像以前说这是会长尾巴吗？很久以前听说尾椎骨、尾巴骨，哎，以前是这么念的，尾巴，不要揉。我戴防护，但是这很正常，就是运动，就跟跳舞一样，难免会受伤。谢谢达病当愈，是这么念吗？怎么感觉长变样了呢？萨摩耶射中我的新版的用爱发电，是吗？大饼当愈，谢谢大饼当愈。就是前面三个字认识，怎么感觉愈长变样了？他趁着这段机会，改变了自己的长相，我都认不出来了。偷偷睡着了，我说我后边怎么没有声音了？吃完。为什么我说话声音这么轻？刚刚我说话声音这么响，他都睡着了。偷偷，看会儿。哎呦，你不会介意吧？嗯，怎么嫌我重？嗯，你看看你几斤？哎呦，怎么的呢？我不知道怎么拍你，就是这个光把你瞳孔打得有点小，这么正经干嘛？惊了，看到自己了，怎么这么漂亮？谢谢坨们的丈坨坨的丈母娘的皇冠，看有人送你皇冠了，坨坨说谢谢谢谢大家，之后我也会继续吃得更多，然后长得肥肥的，是不是？也会每天给我捂脚，不错。在闻什么？嗯？怎么了？这又不是你的同类。嗯？他们说给他们闻闻，要不要给他们闻闻？嗯？还是你只能自己闻闻，是什么味道的呀？沙发是什么味道的呀？没有味道，沙沙
沙发只有我们头头的脚位。谢谢小陈不想失眠的皇冠。我们头头，脚毛还没有剃呢，因为我太懒啦。头头，你能不能起来一点呢？你就打算这么睡了吗？这样，哇，绝美！我的天哪，我们头头就像躺在那个雪地上一样。天哪，太漂亮了，头头。你的眼神透露出了一些些的忧郁，你在想什么呢？你不要难过，我只是出去玩了。谢谢野生奥特曼的权杖，谢谢野生奥特曼。偷偷睡觉翻白眼，你看，就是这样。哎呦，美女睁眼了，哎呦，美女动眼珠子了。偷偷啊，睡吧睡吧。哎，我听到偷偷肚子叫了，原来猫咪也会肠胃不好肚子叫呀。偷偷，猫是肠胃不好，对吧？不嘲笑你，我知道，不是故意肚子叫的，也不是吃了这么多后还饿的，我们不是猪猪，对吧？头头怎么睡觉不闭眼睛呢？头头啊，你闭个眼睛，这样很吓人的。他们没有猫的会不知道什么情况，以为这个小猫咪啊，这个小猫咪哪里有问题？你看，是不是？头头，你看这镜头，把你拍的脸都没有那么黑了，对吧？哎呦，又翻白眼！你这样很凶哎！哇哦，好帅哦，好酷！哇哦，变身白眼狼！哎呦，睡着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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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醒醒，醒醒，头头，醒醒，吃饭了，头头。头头，吃饭了，吃饭了，头头，头头，头头，吃饭了，头头，怎么还呼噜呼噜呢？头头，听到他呼噜了吗？谢谢爱一股二二的皇冠，谢谢爱一股二二。躺上面的，我们偷偷睡觉了。哎，我要起来了，哎，我累了，再躺下去我又要睡着。谢谢 Christmas 的皇冠，谢谢 Christmas。怎么的？你们不想看吗？不想看这么可爱的猫猫吗？我再过会儿我就走了哟。真的吗？谢谢冻龄茶大王，不是零的全家。谢谢冻龄茶大王，谢谢。谢谢低仔的南瓜派对。我要洗漱，然后吃点东西，然后睡觉。深夜快乐！谢谢沈梦瑶的小韩波波波的万圣夜。好，大家都要保重身体，记得付尾款。是一定要今天付吗？谢谢一只不露牙的南瓜派对，新月快乐。好。
好的，好的。谢谢失效药丸的南瓜派对。嗯，我吃东西就喝吃药。好，谢谢霞思如云的万圣夜。谢谢菠萝蛋炒饭的万圣夜。可能刚刚说太多话。谢谢大大妹妹的南瓜派对。对，明天不用早起。嘿嘿，生日会要来了。生日会。谢谢，好想养只萨摩耶的南瓜派对。生日会很紧张。生日曲目其实早定下来，就是一直在改，一直在改想法，一直在改歌单。海外只能看直播，直播见。谢谢少爷辣椒的万圣夜。好的，好的。因为还要想一些剩下的表演，就其实我有想很多个，但是一是感觉时间不够，就要控制在那些时间段里。谢谢也是奥特曼的权杖。然后有些表演我在想哪个场合表演会更好看呢，因为它的灯光跟剧场不一样。谢谢金泰妍十一的南瓜派对，就感觉可能那里的灯光就做不了那种花里胡哨的，剧场反而还可以搞些自己想要的要求。总之，哎，加油！好了，我要走了，我会加油的。拜拜拜拜，我走啦，拜拜拜拜。好，晚安晚安晚安，拜拜拜拜，关喽，拜拜。